在日本，菅義偉當選新任首相，同日更見日王，確認任命。新班子中過半是舊班底，貫徹求穩繼承路線。吳慧思報導。菅義偉君を衆議院規則第18条第2項により本院において内閣総理大臣に指名することに決まりました。菅義偉中午率先在眾議院以接近67%得票取得首相提名，再緊接在參議院以過半數當選新任首相。由農村出身攀上權力高峰，71歲的菅義偉是日本政壇年紀第二大的首相，即日近見日王，接替因病請辭的安倍晋三。菅義偉20人新班子突顯承繼路線，主要閣員包括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外相茂木敏充、經濟再生相、環境相、奧運相，亦是原班人馬。同菅義偉關係密切的加藤勝信就晉升做內閣官房長官，即是菅義偉原本的職務。河野太郎由防衛相調任行政改革相，防衛相一職就由新面孔立場親台的安倍晋三細佬岸信夫出任。菅義偉以往主打內政，外交不太擅長，不過閣員保留原職，反映新政權求穩定實幹。菅義偉表明延續安倍政策，新班子變動不大。較矚目的就是安倍的細佬岸信夫首次入閣任防衛相，同安倍以及菅義偉關係密切的加藤勝信就接任內閣官房長官。李嘉文報導。加油！岸信夫和安倍晋三明明是亲生兄弟，但不同姓。原因是岸信夫小小的时候就已经过继给母仔女的舅父舅母。报道说他直到报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安倍是亲生阿哥。安倍第二度拜相近8年间想到任命弟弟做外务副大臣。两兄弟理念相近，同样主张修宪，确立自卫队宪法地位。岸信夫做緊外務副大臣嗰陣，參拜過靖國神社。佢亦都係安倍對台外交嘅關鍵人物，支持美國、日本同台灣加強安保合作。蔡英文2015年以民進黨主席身份到訪安倍家鄉山口縣，就係由佢全程接待。到今年年頭，蔡英文連任總統之後嗰日，佢更加親自去到台北官邸祝賀。日本時報認為61歲的岸信夫資歷不算深，或起用主理防務和黨內派系的影響力有關，能不能夠升任存有疑問。菅義偉升官之後，原有職務內閣官房長官由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接任。加藤曾經是菅義偉副手，2015年加入安倍內閣之後做到而家。這次獲提拔，相信是賞識他協調和傳達政策訊息的能力。至於菅義偉表明勢在必行的行政改革，就由前防衛相河野太郎負責。輿論對這項任命有不同解讀，有意見認為是委以重任，但也有說法說是變相降職。